好，咁啊 ，day three 第三日嘅晏昼两钟，咁记录一下我嘅餐单系咩啦。咁咧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奶啦，系普通牛奶啦，一盒啦，跟住再加两只蛋喺度嘅，烚蛋嚟嘅。咁有少微温啦，热嘅咁咯。跟住呢个咧，有个烚咗嘅西兰花啦。以前唔好食嘅嘢都依家好食啦，就普通烚嘅啫，加咗少少，撈咗少少嗰啲蠔油汁咯，但係稀疏嘅。哇，唔知道味喎，橫風橫雨好大雨啊！咁依家去呢個韓俊獻石嗰個艇度避一避雨先，我唔知道係咪去到頂啊？好，依家咧就可以到咗個艇啦，仲有好少少嗰個山頂嗰、那個坐標柱啊，標高柱啊，大超啊！顶埋好唔好啊？争少少上顶啦，顶埋去啦。好，高人类，高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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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上顶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加速啦！哇，出晒！好大风啊！来行啊，来 ，go go go go。定咧揾到个坐标柱啊，影埋张相打埋卡就落去咯。好蒙啊，好蒙啊，镜头好蒙。好啦，快啲去揾呢个坐标柱啊！啊 ，Danger， 快啲去揾呢个坐标柱啊！如果唔系收唔到工啊！唉，唔知喺边啊个坐标柱，应该系再上我估。找不到个坐标柱，要请埋攀爬啦呢度。咁样我先行上去，定系爬上去先？依家好啊，呢度啊，我唔系攀爬，行上去啊，行上去唔算啦。好，诶，哦，黐线，呢度咪有条路咯。哇，等先，到咗啦。哇，系呢、這个就行唔见晒，突然间，阿女上唔上得嚟啊？上唔到嚟，喺下低得噶啦。喂，哇，劲啊女，哇，犀利啊女，叻叻啊，女女帮我影张相。哇，表情一皱啊，好似黑人小姐啊。我同阿女啊都到咗个目标村啦。呢度写住咩咧？咩啊？青山三角网测站90号 ，OK 嘅，呢度有坐标啊。标柱高度系584啊，584米系啦。咁我影一次周围个环境先。咁啊，本身我后面咧系高楼大厦嚟嘅，依家见唔到咁耐啦。吓 ，OK， 跟住呢度一路去。好似啲雲海又出翻嚟咯喎，見唔見到後面啊？我先嚟係養養然啦，呢個係大廈咯。哇，好避啊，手避曬啊，塊面都避曬，好似針吉咁啊！咁先。唉，等一等睇，咦？你見唔見到呢個係大廈養養然啊？哦，真係見唔到啊！其實呢一度咧，高樓大廈嚟嘅，依家見唔到啦。哇，我哋好似喺好高嘅雲層啊！見到呢度有啲雲層啦，好似喺雲層嘅中間呢度高樓大廈。好，要走啦，女女走啦。
哇！你呢度啊，上呢度，咦？呢度到嘅喎，都好贵嘅，使乜爬啫？行咪得咯。来 ，go go go！ 原来系有路上嘅，真系傻仔啊，仲走去爬。做咩咁戆居啊？走去爬上去做咩啊？兜个圈嘅。讲一下今日嘅体能训练先。就是遠足啦，咁就用咗兩個鐘頭42分鐘嘅來回，咁啊距離咧四 day three 第三日就依家翻到屋企啦，就時間係8點鐘，今日2點鐘食嘢，咁啊應該係17嘅，依家就變咗200啦，咁咧就有氣炸，睇下先，氣炸雞髀一隻。分開兩件啫 ，OK， 跟住咧就焗氣炸薯蓉，有啲牛油喺度嘅薯仔加牛油，正啊！咁我嚟不如試食啦，有啲隻綠茶嘅，呢啲一平嘢好難。是啊，印度人食啊，尼泊爾人都係咁食，菲律賓好似都有啲人係咁食，揸住，啱啱餐具，飲杯綠茶先，哇，暖曬，出邊好凍啊！今日係新年最凍一日，7.5度喎，應該係嘛？大幾多級凍啲？喺山度可能係4-5度啦，青山。同埋凍點咩？佢話今日最咩入冬以嚟最凍啊嘛，好似。琴日都話係可能未啊，今日。啲人去睇霜啊。記唔記得？睇唔到。係。有冇衫啊？有冇睇新聞？唔想去。有冇衫睇霜？你睇好仔。在我這裡啊，報應啊，人家，你看這裡有誰，小福子，在旁邊報應，跟著阿女兒就虎視眈眈了，跟著還有一個，這個，靚妹，靚妹仔，躲在這裡，因為他知道他是最小的，大骨呢，只有兩件。所以靚妹是沒得吃的，好，好像在吃咖喱一樣，這樣做好不好吃？我不敢吃啊，不夠啊，吃啊，拿著試味嘛，加點牛油，如果加點黑椒更好吃，少少黑椒粉。咁啲皮咧都照食，或者系香草。啲皮咧精华嘅照食，唔惊。本身系鸡嗰啲油嚟啊嘛，唔系我加嗰啲油。个脂肪都系好嘅饱，同埋咧会暖好多。哇！两个望实晒喎。